是婆婆拿回来的芒果，一箱大芒果。婆婆一到过年过节的就可能收礼了，还有公公也是，我们是没人送我们礼物呢，咋？啊，咋没人送我们礼物呢？没人送礼呢？你送别人了吗？没送。所以到过年过节的，一到过年过节，那家伙的婆婆就是各种往回拿水果，然后公公也给我们都不用买水果，都烂家了。嗯，去吧。又吃银杏呢哈，好吃不？啊，好吃不？我妈有个儿呢，사람들이다독이있다는데。많이먹으면그리고안에초록색빼야된다고그러는데아닌가 뭐라고아니그안에뭐초록색뭐있다고그거빼야된다고나도몰라요아알알까엄마저그거먹을래이거이거없나없는거야많이먹으면안된다많이먹으면열알이죠嗯所以奶奶就每次给他十粒以内然后我还吃几个不给吃多了好像就行吧这放学了跟奶奶坐小沙发上热乎的烤着小电脑炉又学校又发一堆那个糖啊马西不送嗯我妈去还等手套都戴上了，挺好吃的啊！你要啥呀？啊，走吧，那就回家走，去别告诉。嗯，可够没够，可够买西走。嗯。这是在家闲出那啥来了，都要吃晚饭了，我又来煮个辛拉面，妈呀，太好吃了，不行了，没有零食吃，吃方便面，够胖死了。昨天这个炒鱿鱼没炒。今天炒了，给他们炖一个鸡，刚才炒的时候有点火大了。他们还没回来呢，哎呀，我得先给他们吃。就吃肉，就吃肉。哎呀，一口菜不吃，你说咋整？给弄的土豆可好吃了，那香菇炖的，啊，可香了。他就不吃了，你说啊？我这鱿鱼炒的中吧哈？老带劲了哈！那快过年了，不用发给家里什么吗？我们家吗？那发我家呀？对呀、啊，不得给你家买啥吗？我家爸爸老接收那个礼物吗？没啥买的吧？给钱了吗？那主要是能寄过去吗？我想给买海鲜啥的，但是我又怕到家坏了，那农村不行。但是就那就我在网上订呢。中国的，但是我看了，他们也都说偏远山村尽量别买。外边比那个什么呢？冰箱，嗯，不知道呀。你就放外边就得了，就。就想买点儿，他们在农村买不着的。也天年年过年就是猪肉、牛肉、羊肉，可能牛肉都没怎么吃过。然后海鲜也没有。嗯。想给他买海鲜。没有大连发过去吗？大连我不知道怎么买呀、啊，不知道跟谁买。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你给我买。不，你给我买去呗。我那么阔气。你比我还中国通呢，我都不会整。你就刷卡就完事了。嗯，我就给钱就完事了。摆家了吗？那不是你给钱吗？你不是喊我女婿，你不对，女婿给人家里买啥？还让我给买。你掏出来1000，我掏出来3000。没买。那行。那从飞云江回家了？没回家呢，没放假呢。还没放假。嗯、那他从山东就带过去不行吗？嗯，费劲吧。费啥劲呢？谁知道呀？不得劲儿吗？坐火车上。都黑天了都。干就。哎呀！干啥呢？秋秋，练功呢，练功呢。哎呀！
练功呢。快快转，老爷。那个练功呢。哎呀，高高高。快要过年吧，你们。哎呀呀呀，别动那个。把你这就。家里是不是要什么东西啊？要吃的呀，要穿的呀，啥都有。没有厕所呢，就对于你来说没有厕所，人家都上的上多少年了，好不好？上五六十年了，怎么就没有厕所呢？这说那话，你老爸爸他还得去那个啊？你别是瞎说啊，瞎说一天天。我也是，我也拉粑粑，我也往厕所拉的。发音劲儿足，啥也不干就。说他没有用的呢。那明天只有你来，我还给你修个暖厕所去呗。你给人整个坐便的，要不然都不能上厕所了。哎呀，你是现在都习惯了，都应该可以吧？习惯了，不是，你现在你家是旱厕是咋的？还你习惯了你。在冬天就太冷，就太冷。嗯，太冷。缺啥东西没买的吗？有啊。嗯，可不接了。你啥没买的？你就给你买回去。哎呀！妈呀！那爷爷呢？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啊，挺好的。我又发两盒红参回去，完你到时候收了给我爷一盒。这是蘑菇。嗯，这儿有个蘑菇。嗯，你赶紧给。那好了，没有事了。安娘，安娘，东家那母鸡。安娘。哦。整啥呢？那老大咋那么喝那么厉害？有点，看粉丝说的，把这个萝卜切成块，然后。放点那个蜂蜜，好吧，然后抓这个泡几个，哎呦这个棒，泡的酸辣椒，我也怕，阿拉不就吃那么过，你突然间那么严，早上都没有事呢，玩一天就这样。이렇게애들이약해아빠는어려서감기도한번안걸렸는데그러니까엄마도그러냐엄마放冰箱里边看看行不行，呵呵试试。